他们有移山填海之能。进行爆炸操作时，你只有一次犯错的机会。炸毁摩天建筑，一按下按钮，英雄狗熊利剑分享。绚丽夺目的夜空，请您锁定频道，让我们一起目睹惊心动魄的十大爆炸。是一种古老而原始的自然力量，科学技术既是促进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威力强大的破坏工具。我们的十大爆炸倒计时现在开始，首先登场的是拥有强大武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这可不是闹着玩，一定要小心。动中起爆，在南加利福尼亚，美国军队正在进行海军军事演习，这是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演练。刚来的时候，他们带着武器装备进行反复的初始训练，使自己的本领日臻完善。这儿进行了各式规模的多轮轰炸，既有20毫米高的爆炸弹，也有2000英镑重的空投导弹。我们的地面火力网与空中火力网不停地开火，我们空降到基地上，每天都是这种情形。他们日复一日地演练着。重炮组军士甘登伯格在军队中最为繁忙的爆炸军火处理分队负责协调操作，这就是著名的 EOD 分队。如果说你一点不恐惧，那是骗人。军事演习结束之后， EOD 分队将引爆训练中遗留下的军火。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清除冲击区内未引爆的哑弹，注意你脚下的区域，我们正向冲击区降落。今天军事和分队的目的地四处布满了40毫米手榴弹，人们通常将含有未引爆军火的区域称为冲击区。我们要尽可能清除冲击区内未引爆的哑弹，我们将从西面开始清扫冲击区，一发现哑弹就进行拆卸排除。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不可预见的危险很可能就在他们脚下。每一次发现都令人激动。他们很小，经过风吹雨打，他们会埋进土里，所以很难定位，他们的敏感性又很强。我找到一个 AT4， 得标上记号。插上面小旗。我发现了一个。插上小旗。好的，消灭他们，把枪上膛。我们找到两个毒气筒，两个 AT4 和一个2.75的。不错，就是它。为了清理这些军火，分队配备了长达500英尺的引爆线和300英尺的定时导火索。引爆线中含有引爆速度为每秒27000英尺的炸药。就是它了，把你那两个插头安在哑弹顶部，注意雷管壁。这样行吗？不错，把那两个 AT4 从顶部连接起来。好了，撤离，迅速引爆。队员从冲击区撤退到安全区内。洞内引爆。清扫工作非常成功，军火被引爆，消灭了拦路虎，冲击区可以继续用作军事演习基地。为部队完成军事演习保驾护航，军火清理分队的引爆排在十大爆炸中的第10位。
排在第九位的爆炸物将引燃绚烂的火树银花，照亮整个天际。我的幻想在天空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新青年在美国新泽西州海港城市雷德班克，克鲁西一家的焰火表演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是吹牛，我们是艺术家，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激情，就像在彗星之间游移，左右左右。菲尔·克鲁西是第五代焰火技师，将焰火工艺推进到21世纪。今晚的表演展示了克鲁西的非凡创造力。为了天空中每一分钟的焰火表演，我得花上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进行时间设置，在电脑上为所有的产品定位。最精彩的表演体现出色彩和节奏的完美结合。这是焰火连放的凹槽，啪啪啪啪，鼓点的节奏。菲尔写了一个脚本，使每一朵烟花都能跟上音乐节奏。他把脚本交给首席焰火技师杰夫，杰夫负责焰火运输的准备工作。为了这次表演，我们要制造发射筒，然后将焰火管装入筒中。我们还要建发射炮架，让其他型号的爆炸管也能安装到发射架中。然后我们开始铺设电线，这些带电子卡头的导线可以把爆炸管连到后方控制台上。准备完毕后，就把爆炸管装进发射筒。今晚的演出将使用超过7吨的火药来发射焰火，这些焰火数以千计，大小由3英寸到9英寸不等，重量达40磅。我们将声控器埋入地下，它将控制爆炸管在爆炸前的升空高度。这一家族为许多重大事件做过表演，比如布鲁克林大桥百年纪念以及总统就职典礼。如今克鲁西家族每年生产各种型号样式及颜色的焰火达25万吨。你在空中看到的每一个燃放细节，红黄蓝绿这些颜色都是由氧化剂和燃料混合而成的。今天感觉怎么样？庆典开幕前几分钟，焰火表演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也很兴奋。演出9点钟开始。我们还有12分钟，每人都要戴防护头盔，穿防护衣。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没有？一切就绪。你们将看到绚烂辉煌、神秘莫测的烟花表演，这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克鲁西家族的杰作。点火。演出持续了22分钟，大获成功。那是一种情感冲击，抓住了你的每一根神经，场面蔚为壮观。你无法触摸那些烟花，但是你能够闻到它的气息，听到它的轰鸣。这是一份令人自豪的工作，我们100%的投入。在喜庆的日子里，人们点燃绚丽的星空，焰火表演排在十大爆炸的第9位。第8位，横穿大西洋的飞机在高空爆炸，飞机掉下来时至少分成了5块。我们认为只有爆炸才会让它变成这样。洛克比原是一座默默无闻的苏格兰小农庄，一场空难却打破了这里原有的沉寂。没有人愿意再提那个夜晚。1988年12月21日，一架泛美航空公司103号客机不幸爆炸，259名乘员全部遇难。
一个巨大的火球从三四十英尺高处坠落，我都能闻到飞行燃料的气味。前警察分局局长乔治·斯图布斯来到洛克比边界舍伍德，部分机身与机翼坠毁在附近。他们说那是一架波音747，我很快就认识到我不只是在搜寻两三个或者四五个遇难者，加上洛克比发现的遇难者，我在搜寻几百号人。飞机残片如同冰雹一般落下，尸首散落在半径为850英里的区域。飞机撞击居民区造成的冲击力又使11名居民丧生。我认识到，眼前的弹坑原来都是房子。如果这些房子，这些已被摧毁的房子中有人的话，他们一定活不成。几个小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清楚地认识到这是爆炸引起的，并且很可能是一次恐怖袭击或者犯罪活动。这是有史以来最难解的空难之谜。调查员在400万飞机残片中层层筛选，希望搞清飞机断裂的真相。他们推断，一个重14盎司的塑料炸弹隐藏在手提收音机内。如果炸弹和飞机内侧之间的舱内行李多一些的话，对飞机的实际损害就会小一些。但是炸弹爆炸的时候，那件装炸弹的行李紧靠着机壳，这就导致飞机出现了结构性的损伤，最后无可避免地坠落下来，变得四分五裂。经过12年的调查，2名利比亚人被逮捕，1名被判死刑，1名无罪释放。洛克比并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破坏，但精神上的创伤没有彻底消除。不过从整体上说，洛克比人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为了牢记空难的教训，我们将泛美航空公司103号飞机爆炸案排在第8位。接下来的爆炸将震惊我们的整个世界。我能够控制大量的能源能量，这是一种莫大的享受。爆炸威力如此强大，它能够彻底毁灭地球。我们的十大爆炸倒计时排列继续进行。第7位的爆炸力可以将山脉拦腰炸平，操作不当就会大祸临头。就在美国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做斗争之时，工业时代的燃料煤正卷土重来。每年都有150万公吨爆炸物用于开采10亿吨煤，向美国1/3的家庭提供足够的能源。准备发射时，我总是很紧张。要知道，你在与大量的能源打交道。怀俄明州庞德河流域的刀核能源站，为了保证煤的供应，员工们每周7天不停地工作着。说起来很简单，煤有时埋在地下500英尺处。爆炸在产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会布置好一切的。今天爆炸经理吉姆·奥斯特在准备100万磅的硝酸铵炸药来除去覆盖在煤上的泥土，这种泥土通常被称为覆盖层。我们想除去大量的覆盖层物质，爆炸几秒钟就可以搞定，
一支刀和爆炸队向地表深处钻了280多孔洞，深达120英尺。在洞里填上高达90英尺的爆炸物，大概有6000磅。我们填入90英尺的爆炸物，准备爆炸时再盖上30英尺的泥土。吉姆安装了一个地震仪，用来测量今天的爆炸。地面震动是爆炸过程中的大事，我们不想让发射弹药的速率超过尖端粒子速率的水平。尖端粒子速率是粒子或者地面实际震动和移动的速率，有点类似湖水的波纹。准备工作最后一步，爆炸小组解开了超过7米长的爆炸线。爆炸指令通过这条爆炸线传导并点燃氨化硝酸盐弹药桶。他们试验地表的夹子，为最后发射做好准备。爆破计划5分钟后实施。明白了。吉姆检查所在区域，确保工作人员都已离开。准备出发。发射结束前不用无线电？因为煤是一种燃料，哪怕一粒灰尘也会引发爆炸。5 4 3 2 1，起爆。爆炸成功移开了50万立方米的覆盖层，周边地区却毫发无损。这次爆炸完成了极为艰巨的移山壮举，我们将它排在10大爆炸的第7位。下面是第6位。一种爆炸含有莫大的威力，能够炸翻整个地球。某一天，地球将遭到约400吨星际物质的轰炸。宇宙间飘动的一颗小行星正沿着航向与地球狭路相逢，就像一部科幻电影。我最担心的是那些直径在半英里以上的行星，如果它们撞向地球，会引起全球性的灾难。这种行星大约有1000颗。 NASA 工程师唐纳德正在跟踪小行星和彗星的运动方式，这些近地轨道物体简称 NEO。 我们小心注视着这些沿近地轨道运行的物体，它们几乎可以与地球擦身而过。跟踪 NEO 非常必要，可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于6500万年前的行星撞击地球事件。我们认为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产生了65万亿吨的爆炸能量。科学家们假设，这一冲击使地球75%的生物惨遭灭绝，其中包括恐龙。太阳光照明显不足，进入大气层的燃烧碎片引起了火风暴，还有酸雨，整个世界一片死寂，暗淡无光。1908年，来自近地物体的最大灾难发生在西伯利亚森林中，一颗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流星在地球表面发生爆炸。它相当于1200万吨到1500万吨的能量爆炸。爆炸产生了5000度的高温，人们在40英里外就能感受到它的冲击。方圆几里内的树木都被击倒了。84年后的1992年，一群橄榄球爱好者在纽约北部看到了一颗燃烧的流星划过天空，尽管在飞行过程中已经破裂，它仍然击中了一辆停着的切利马利布的车身。如果没有木星的庇护和万有引力的牵引，地球很容易遭受攻击。
木星承受了大量太阳系以外的物体，比如彗星的攻击，它们击中木星的概率远远大于它们击中地球的概率。假如发现了位于地球运行轨道上的一个物体，要想让它偏离轨道，就必须搞清这一物体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对科学家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多数人认为彗星是由水和冰，再掺杂一些灰尘和岩石构成的。我们并不能判定它的核心是不是由这些物质构成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NASA 准备发起一次深度冲击行动。NASA 将从宇宙飞船上以22000英里的时速向彗星的核心方向投掷一个重770英镑的铜质圆柱体，制造出一个7层楼深的弹坑。然后飞船会从旁边飞过，有很大希望看到彗星的内部，从而搞清其内部构造。随着诸如深度冲击之类行动的出现，人们有希望阻止来自太空的强大冲击力摧毁我们的地球。由于爆炸威力达到了宇宙级水平，深度冲击排在10大爆炸的第6位。化学物质的致命组合引爆了恐怖的爆炸连锁链，仿佛打开了地狱之门。自然之谜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恐慌，你一定不愿错过名列前茅的大爆炸。现在历史上的10大爆炸我们已经见识了一半，排行榜上名列第5的是一种化学物质组合，它能够释放出连锁爆炸效应。仿佛打开了地狱之门。德克萨斯是一座繁荣的港口城市，也是燃油与化学物品运往世界各地的必经中转站。早在1946年，这一港口城市拥有4家大型燃油提炼厂，其中2家生产航空石油，另外2家是化学厂，他们每年的入污数超过3000。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里看上去是个繁华地带，其实这里的环境暗藏着杀机。1947年4月16日晨，一艘名为格兰德坎伯的法国货船突然燃起大火，它载着2300吨易燃的硝酸铵化废。在3公里外的一家联合化工厂，肯达马特与工作伙伴看见港口上升起了橙色的浓烟。我们从未见过那种颜色，或者说从未见过港口出现景象。我们说这很可能是一场小型火灾，消防队总会把它扑灭的。熊熊大火开始扑向围观的人群。化肥上没有任何标签，德克萨斯城内没有人知道这种物质会爆炸，他们知道它会燃烧，但是他们不相信它会爆炸。融化的蜡和燃烧的麻袋产生了燃料添加剂，以硝酸铵粉末相结合，产生一种可爆化合物，通常被称为 ANFO。 仿佛打开了地狱之门，四处都是可怕的火焰，黑色的浓烟直冲上天空。15英尺高的海浪呼啸而来，当它平息以后，那些被海浪吞噬最终溺水而亡的伤员又被送回了海湾。爆炸令附近的精炼厂和化工厂燃起大火，达马特冲向港口寻找妻子，他妻子在距爆炸近200英尺的蒙对托化工厂上班。我感到极度恐慌，因为它好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各处都能看见死人。我找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到有人已经擦去了他脸上的污血，我看见了他。噩梦才刚刚开始。
高速飞行者号货船停在格兰德坎伯号的边上，夜里8点钟左右，高速飞行者号甲板着火了。更糟糕的是，高速飞行者号装载了1000吨硝酸铵。大火来势汹汹，到处是火光，去船上救火太危险，人们开始推动船边的拖船。16个小时后，高速飞行者号也随之爆炸。这次爆炸波及了附近众多的油库区，许多炙热洪亮的物质或者这一类的东西都被抛进了精炼设备中。以今天的物价比计算，损失总额超过了7亿美元。灾难发生后几个月，小城开始了重建工作。寄往重建德克萨斯城的人想建一个更安全的城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从此德克萨斯港口永远谢绝硝酸铵的光顾。德克萨斯城之难名列10大爆炸第5位，时刻提醒我们对有毒化学物保持警惕。排名第4的援救行动显示了人类与狂暴自然相抗争所独有的创造力。熔岩在地下聚集，将有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火山是沸腾的大锅炉，充满了熔岩与毒气，它们一直在重构我们的地球。埃特纳火山位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是欧洲大陆最高最活跃的火山。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火山设想为大地的一个压力锅，也有热能与水分。当压力锅内的压力太高的时候，它就会将阀门顶高，最后将阀门暴露在空气中。火山喷发最可怕的后果是引发岩浆流，岩浆流不可预测，无坚不摧，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无一可以幸免。1992年4月，埃特纳火山处在一次大喷发的剧痛中，科学家对埃特纳火山东南山坡的岩浆流十分警觉。这条岩浆流正涌向拥有7000多人口的扎夫拉纳城。意大利政府立刻制定了援救扎夫拉纳城的计划，同时向美国海军陆战队求救。接到命令后，我们很快就出发了。克里斯托弗·阿兰兹少校和他的直升机中队奉命将名为“贝鲁特怪物”的巨型混凝土砖投入一个地下熔岩喷发口，以便降低熔岩的温度，减缓其喷发速度。我们看见了一条大河，一切都在急速流淌，放着耀眼的红光，很明显熔岩被释放了出来，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海军将50块巨型砖运送到6500米高的埃特纳火山山坡上，炙热的熔岩给直升机队伍带来了障碍，浓雾、大风和春季暴风雪为工作添加了难度。飞行员不得不带着巨石起飞，他们飞到岩浆流爆发的一侧，不得不在滚滚岩浆流之上盘旋。事实证明，这些混凝土砖无法对抗1800度的熔岩，它们只是漂浮在岩浆上，而后就被冲走了，其中的3块还炸开了。这时我们意识到，这样做只是在浪费时间。熔岩以13英尺的时速继续涌向扎夫拉纳城，转移居民的计划正在进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军队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他们想利用炸药将大量的混凝土发射到熔岩中去。意大利政府和海军不再依靠贝鲁特怪兽来封死火山口，他们想用15000磅炸药来控制这25万磅混凝土，并炸开一个巨大的封锁区域。
这一幕实在是太壮观了。嗯，爆炸时岩浆两边的堤岸向内塌方。经过两个星期的轰炸，熔岩终于在离城不到半里路的地方停住了。尽管1992年4月的岩浆流被成功制止，埃特纳火山却没有彻底陷入死寂。2001年7月，埃特纳火山喷发再次威胁了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显示了大自然的愤怒，在十大爆炸中排名第四。我们将看到一座内陆城市的建筑被彻底清除。你很可能将它浓缩为12秒。你仅仅希望你所有的决定都没有错。悲剧发生在美国中心地带。我们知道灾难发生了，但我们根本没想到会如此严重。请您锁定频道，第一大爆炸即将登场。在十大爆炸排行榜中名居第一的爆炸即将登台亮相。定时爆炸能在精确的几秒内将一座14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炸得粉碎。一旦按下按钮，英雄狗熊立见分晓。20年来，爆破大师埃里克·凯利在世界各地引爆房屋，这种拆除建筑的方式被称为内向爆破。今天埃里克准备引爆两座位于费城北部的14层塔楼，这是城市改造计划的一部分。当局预备拆除违章建筑，腾出空间来进行新的住房建设。埃里克所用的工具就是850磅硝化甘油炸药。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炸药的使用量，你很难把握好所用的每部分炸药究竟能产生多大的能量。在内向爆破之前，他们要事先进行建筑物的安全拆卸工作。他们要在那段时间内把建筑物内部腾空，也就是说拆掉所有非承重墙，截断楼梯井和电梯，以及所有阻止倒塌的东西。建筑结构被掏空以后，他们在余下的混凝土支撑梁上钻了1200多个孔，将炸药装入这些小孔中。连接支撑柱和孔洞的黄色连线里面装了少量火药，它通向起爆雷管，雷管引爆炸药摧毁支撑柱，使整幢建筑最后坍塌，确保现场安全，然后引爆。假如非法建筑位于大都市中心，爆破不可出现丝毫闪失。对社区居民来说，有几幢建筑至关重要，比如在建筑以南50-60英尺的教堂。你们的新家在爆破现场的对面。布伦特·布兰查德仔细研究了附近地区，并向房主们讲授了内爆指示。我们要让他们放心，的确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种事十分平常，他们实在不必害怕。爆破能量全部在空中释放，不会波及地面的。第二天清晨，埃里克对建筑进行再次清查。都接好了吗？本来需要10到12天的工作，你可以把它浓缩到12秒内。你只是希望你的决定没有一点差错。每个人都确保自己安全。警察和消防队员疏散周边地区人群。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人群的控制上，因为内向爆破已经宣传了几年，人们聚拢过来就是想从最佳角度开开眼界。罗杰，机器打开了吗？打开了。伙计们，准备摇滚吧！10、9、8、7、6、5、4、3、2、1，整体起爆。
建筑被安全炸成了一堆废墟。12秒钟之内让两栋庞大的建筑倒塌，内箱爆破位列我们十大爆炸排行榜上第三位。第二位恐怖主义制造的爆炸引发了一场全国性悲剧，一切都变得疯狂了。看着这一切，你不禁会想，世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1995年4月的一个清晨，一辆载有3000磅硝酸铵液体炸弹的白色小货车，在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穆拉联邦政府大楼前爆炸了。消防队员迈克尔·凯利在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人们四处乱撞，我是说，那些慌不择路的受伤者在流血，有些人携家带口，有些人行色匆忙，像是在找失散的亲人。这栋9层大楼很快就会崩溃，消防队立刻展开了救援。楼上的几层还有人没被解救出来，他们没怎么受伤，但是他们也没有可以下来的路。58岁的帕蒂·豪尔被困在乱石中，他的呼救声被淹没了。他们正踩在我们的脸上，他们正在寻找幸存者，他们没找到我们，因为我们的头顶是一片废墟，我们被挡在了下面，他们看不到我们，因为里面很黑，到处是浓烟和残骸。我们没办法知道我们能找到多少人，有多少人可以幸存下来。我能举起胳膊，但不知道能举多高，也许时间不长了，因为接下来他们就会把我们挖出来。豪尔等受害者被急速送往医院，救援人员组成了人链，开始清理废墟，收集证据。在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意识到学会处理大型爆炸装置非常重要。在新墨西哥的一家工学院内，来自美国各地的消防员和警察正在学习处理爆炸装置的技术。我们下一个实验的目的是向你们展示一辆装有炸药的车辆变成炸弹时所具有的破坏性威力。它不必是一辆非常大的车，只要装有一定量的炸药，就可以造成很大的损坏。我们将给这辆车装上500到1000磅炸药。学员们撤到远处的掩体中，从防弹玻璃后面观望。每个人都一脸兴奋。5、4、3、2、1。哦，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令168人丧命，数百人受伤。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愤怒或者悲伤。我得抓紧时间疗伤。2001年6月11日，凶犯蒂莫西被注射毒液处以死刑，同犯尼切尔仍在监狱服无期徒刑。4个月后，俄克拉荷马城国家纪念中心正式开放，一块寂静的空地放着空荡荡的椅子，向死难者表示哀悼。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的全球泛滥，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在排行榜上名列第二。接下来我们将揭示排名第一的大爆炸。现在我们将继续隶属世界上的十大爆炸。我们已经见识过宇宙爆炸和化学事件，我们也见证了地球母亲的愤怒、建筑物的崩溃和恐怖分子精心策划的罪恶。第一大爆炸就要亮相，对有些人来说它是科技的进步，对有些人来说却是一条不归之路。
那是人类核时代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战争机器横扫了欧洲，罗斯福总统得知德国在研制核武器，罗斯福总统当即制定了一项代号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武器制造计划予以回应。军队将声望卓越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征集入伍。奥本海默只好把所有物理学家召集到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和他的同事开始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原子弹。原子弹是怎么回事？这样说吧，我们有一个铀原子，一颗中子进入之后与铀原子发生反应，中子破裂。这一破裂过程就是裂化，裂化引发一系列反应。当中子从一个原子核撞击到另一个原子核上时，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1945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正在研制，罗斯福总统突然病逝，杜鲁门继承总统职位，继续完成原子弹研制计划。这时盟军逼近柏林，德国宣布投降，但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人仍然握着一张王牌，他们进行了轰炸行动。1945年的时候，差不多每户人家都有人参军，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得尽自己的一份力。1945年7月16日，科学家聚集在新墨西哥州的巨尼迪实验点，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件核武器的威力。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0000吨 TNT 炸药的总和。10天后，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国波茨坦会议上讨论了日本投降问题。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毁灭，灾难将会从天而降。日本方面拒绝投降，美国将3颗原子弹运往南太平洋的提尼安岛，美国空军指派保罗·蒂贝兹执行这次飞行任务，令他的 B-29 超堡垒轰炸机运送原子弹。为了纪念母亲，蒂贝兹将他的飞机昵称为伊洛拉·盖伊。提尼安时间5号的下午，华盛顿传来消息说，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允许使用这种武器。1945年8月6日凌晨2点45分，蒂贝兹执行了一次历史任务。他的炸弹舱中有一颗绰号“小男孩”的4吨级原子弹。弗朗克斯观察到，弗洛拉盖一号飞进了广岛。我注意到2架 B-29从东向西飞过来，一道强光之后，紧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山边的空气也炸了起来，它把我的脚给废了。我将机翼抬起来，从没见过天空这样耀眼。我被炸出20英尺开外，我看见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越升越高。爆炸夺走了20万人的生命，广岛4平方公里的中心地带被完全摧毁，毫无生气。日本依然对盟国的投降提议保持沉默。3天后，美国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大胖子。我请日本帝国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尽管他结束了战争，但是从那以后，妖魔从魔瓶中跑了出来，核军备竞赛还在继续。这由人类操纵的毁灭性的一幕在广岛上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原子弹爆炸宣告了核时代的来临，排在我们十大爆炸排行榜的第一位。
现在我们目睹了十大爆炸那声势浩大、惊天动地的神威。爆炸可以展现绚丽夺目的烟花表演，也能够制造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尽管一些爆炸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自然之力，有些却是人类充满魄力的杰作。它们既能带来毁灭，也能够创造奇迹。清扫工作非常成功，军火被引爆，消灭了拦路虎，冲击区可以继续用作军事演习基地。为部队完成军事演习保驾护航，军火清理分队的引爆排在十大爆炸中的第十位。排在第九位的爆炸物将引燃绚烂的火树银花，照亮整个天际。我的幻想在天空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新青年在美国新泽西州海港城市雷德班克，克鲁西一家的焰火表演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是吹牛，我们是艺术家，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激情，就像在彗星之间游移，左右左右。菲尔·克鲁西是第五代焰火技师，将焰火工艺推进到21世纪。今晚的表演展示了克鲁西的非凡创造力。为了天空中每一分钟的焰火表演，我得花上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进行时间设置，在电脑上为所有的产品定位。最精彩的表演体现出色彩和节奏的完美结合。这是焰火连放的凹槽，啪啪啪啪，鼓点的节奏。菲尔写了一个脚本，使每一朵烟花都能跟上音乐节奏。他把脚本交给首席焰火技师杰夫，杰夫负责焰火运输的准备工作。为了这次表演，我们要制造发射筒，然后将焰火管装入筒中。我们还要建发射炮架，让其他型号的爆炸管也能安装到发射架中。然后我们开始铺设电线，这些带电子卡头的导线可以把爆炸管连到后方控制台上。准备完毕后，就把爆炸管装进发射筒。今晚的演出将使用超过7吨的火药来发射焰火，这些焰火数以千计，大小由3英寸到9英寸不等，重量达40磅。我们将声控器埋入地下，它将控制爆炸管在爆炸前的升空高度。这一家族为许多重大事件做过表演，比如布鲁克林大桥百年纪念以及总统就职典礼。大型爆炸装置非常重要。在新墨西哥的一家工学院内，来自美国各地的消防员和警察正在学习处理爆炸装置的技术。我们下一个实验的目的是向你们展示一辆装有炸药的车辆变成炸弹时所具有的破坏性威力。它不必是一辆非常大的车，只要装有一定量的炸药，就可以造成很大的损坏。我们将给这辆车装上500到1000磅炸药。学员们撤到远处的掩体中，从防弹玻璃后面观望。每个人都一脸兴奋。5、4、3、2、1。哦，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令168人丧命，数百人受伤。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愤怒或者悲伤。我得抓紧时间疗伤。2001年6月11日，凶犯蒂莫西被注射毒液处以死刑，同犯尼切尔仍在监狱服无期徒刑。
四个月后，俄克拉荷马城国家纪念中心正式开放，一块寂静的空地放着空荡荡的椅子，向死难者表示哀悼。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的全球泛滥，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在排行榜上名列第二。接下来我们将揭示排名第一的大爆炸。现在我们将继续隶属世界上的十大爆炸。我们已经见识过宇宙爆炸和化学事件，我们也见证了地球母亲的愤怒、建筑物的崩溃和恐怖分子精心策划的罪恶。第一大爆炸就要亮相，对有些人来说它是科技的进步，对有些人来说却是一条不归之路。那是人类核时代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战争机器横扫了欧洲，罗斯福总统得知德国在研制核武器，罗斯福总统当即制定了一项代号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武器制造计划予以回应。军队将声望卓越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征集入伍，捂得巨型混凝土砖投入一个地下熔岩喷发口，以便降低熔岩的温度，减缓其喷发速度。我们看见了一条大河，一切都在急速流淌，放着耀眼的红光，很明显熔岩被释放了出来，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海军将50块巨型砖运送到6500米高的埃特纳火山山坡上，炙热的熔岩给直升机队伍带来了障碍，浓雾、大风和春季暴风雪为工作添加了难度。飞行员不得不带着巨石起飞，他们飞到岩浆流爆发的一侧，不得不在滚滚岩浆流之上盘旋。事实证明，这些混凝土砖无法对抗1800度的熔岩，他们只是漂浮在岩浆上，而后就被冲走了，其中的3块还炸开了。这时我们意识到，这样做只是在浪费时间。熔岩以13英尺的时速继续涌向扎夫拉纳城，转移居民的计划正在进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军队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他们想利用炸药将大量的混凝土发射到熔岩中去。意大利政府和海军不再依靠贝鲁特怪兽来封死火山口，他们想用15000磅炸药来控制这25万磅混凝土，并炸开一个巨大的封锁区域。这一幕实在是太壮观了。爆炸时岩浆两边的堤岸向内塌方。经过2个星期的轰炸，熔岩终于在离城不到半里路的地方停住了。尽管1992年4月的岩浆流被成功制止，埃特纳火山却没有彻底陷入死寂。2001年7月，埃特纳火山喷发再次威胁了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显示了大自然的愤怒，在十大爆炸中排名第4。我们将看到一座内陆城市的建筑被彻底清除。你很可能将它浓缩为12秒。你仅仅希望你所有的决定都没有错。悲剧发生在美国中心地带。我们知道灾难发生了，但我们根本没想到会如此严重。请您锁定频道，第一大爆炸即将登场。没有人愿意再提那个夜晚。1988年12月21日，一架泛美航空公司103号客机不幸爆炸，259名乘员全部遇难。
一个巨大的火球从三四十英尺高处坠落，我都能闻到飞行燃料的气味。前警察分局局长乔治·斯图布斯来到洛克比边界舍伍德，部分机身与机翼坠毁在附近。他们说那是一架波音747，我很快就认识到我不只是在搜寻两三个或者四五个遇难者，加上洛克比发现的遇难者，我在搜寻几百号人。飞机残片如同冰雹一般落下，尸首散落在半径为850英里的区域。飞机撞击居民区造成的冲击力又使11名居民丧生。我认识到，眼前的弹坑原来都是房子。如果这些房子，这些已被摧毁的房子中有人的话，他们一定活不成。几个小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清楚地认识到这是爆炸引起的，并且很可能是一次恐怖袭击或者犯罪活动。这是有史以来最难解的空难之谜。调查员在400万飞机残片中层层筛选，希望搞清飞机断裂的真相。他们推断，一个重14盎司的塑料炸弹隐藏在手提收音机内。如果炸弹和飞机内侧之间的舱内行李多一些的话，对飞机的实际损害就会小一些。但是炸弹爆炸的时候，那件装炸弹的行李紧靠着机壳，这就导致飞机出现了结构性的损伤，最后无可避免地坠落下来，变得四分五裂。经过12年的调查，2名利比亚人被逮捕，1名被判死刑，1名无罪释放。洛克比并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破坏，但精神上的创伤没有彻底消除。不过从整体上说，洛克比人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为了牢记空难的教训，我们将泛美航空公司103号飞机爆炸案排在第8位。这种拆除建筑的方式被称为内向爆破。今天埃里克准备引爆2座位于费城北部的14层塔楼，这是城市改造计划的一部分。当局预备拆除违章建筑，腾出空间来进行新的住房建设。埃里克所用的工具就是850磅硝化甘油炸药。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炸药的使用量，你很难把握好所用的每部分炸药究竟能产生多大的能量。在内向爆破之前，他们要事先进行建筑物的安全拆卸工作。他们要在那段时间内把建筑物内部腾空，也就是说拆掉所有非承重墙，截断楼梯井和电梯，以及所有阻止倒塌的东西。建筑结构被掏空以后，他们在余下的混凝土支撑梁上钻了1200多个孔，将炸药装入这些小孔中。连接支撑柱和孔洞的黄色连线里面装了少量火药，它通向起爆雷管，雷管引爆炸药，摧毁支撑柱，使整幢建筑最后坍塌，确保现场安全，然后引爆。假如非法建筑位于大都市中心，爆破不可出现丝毫闪失。对社区居民来说，有几幢建筑至关重要，比如在建筑以南50-60英尺的教堂。你们的新家在爆破现场的对面。布伦特·布兰查德仔细研究了附近地区，并向房主们讲授了内爆知识。我们要让他们放心，的确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种事十分平常，他们实在不必害怕。爆破能量全部在空中释放，不会波及地面的。第二天清晨，埃里克对建筑进行再次清查。都接好了吗？
本来需要10到12天的工作，你可以把它浓缩到12秒内。你只是希望你的决定没有一点差错。每个人都确保自己安全。警察和消防队员疏散周边地区人群。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人群的控制上，因为内向爆破已经宣传了几年，人们聚拢过来就是想从最佳角度开开眼界。罗杰，机器打开了吗？打开了。伙计们，准备摇滚吧！10、9、8、7、6、5。附近的精炼厂和化工厂燃起大火，达马特冲向港口寻找妻子。他妻子在距爆炸近200英尺的蒙对托化工厂上班。我感到极度恐慌，因为他好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各处都能看见死人。我找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到有人已经擦去了他脸上的污血，我看见了他。噩梦才刚刚开始。高速飞行者号货船停在格兰德坎伯号的边上，夜里8点钟左右，高速飞行者号甲板着火了。更糟糕的是，高速飞行者号装载了1000吨硝酸铵。大火来势汹汹，到处是火光，去船上救火太危险，人们开始推动船边的拖船。16个小时后，高速飞行者号也随之爆炸。这次爆炸波及了附近众多的油库区，许多炙热洪亮的物质或者这一类的东西都被抛进了精炼设备中。以今天的物价比计算，损失总额超过了7亿美元。灾难发生后几个月，小城开始了重建工作。寄往重建德克萨斯城的人想建一个更安全的城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从此德克萨斯港口永远谢绝硝酸铵的光顾。德克萨斯城之难名列10大爆炸第5位，时刻提醒我们对有毒化学物保持警惕。排名第4的援救行动显示了人类与狂暴自然相抗争所独有的创造力。熔岩在地下聚集，将有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火山是沸腾的大锅炉，充满了熔岩与毒气，它们一直在重构我们的地球。埃特纳火山位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是欧洲大陆最高最活跃的火山。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火山设想为大地的一个压力锅，也有热能与水分。当压力锅内的压力太高的时候，它就会将阀门顶高，最后将阀门暴露在空气中。火山喷发最可怕的后果是引发岩浆流，岩浆流不可预测无。第2天清晨，埃里克对建筑进行再次清查。都接好了吗？本来需要10到12天的工作，你可以把它浓缩到12秒内。你只是希望你的决定没有一点差错。每个人都确保自己安全。警察和消防队员疏散周边地区人群。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人群的控制上，因为内向爆破已经宣传了几年，人们聚拢过来就是想从最佳角度开开眼界。罗杰，机器打开了吗？打开了。伙计们，准备摇滚吧！10、9、8、7、6、5、4、3、2、1，整体起爆。建筑被安全炸成了一堆废墟。
12秒钟之内让两栋庞大的建筑倒塌，内箱爆破位列我们十大爆炸排行榜上第三位。第二位，恐怖主义制造的爆炸引发了一场全国性悲剧，一切都变得疯狂了。看着这一切，你不禁会想，世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1995年四月的一个清晨，一辆载有3000磅硝酸铵液体炸弹的白色小货车，在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穆拉联邦政府大楼前爆炸了。消防队员迈克尔·凯利在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人们四处乱撞，我是说，那些慌不择路的受伤者在流血，有些人携家带口，有些人行色匆忙，像是在找失散的亲人。这栋9层大楼很快就会崩溃，消防队立刻展开了救援。楼上的几层还有人没被解救出来，他们没怎么受伤，但是他们也没有可以下来的路。58岁的帕蒂·豪尔被困在乱石中，他的呼救声被淹没了。他们正踩在我们的脸上，他们周边地区却毫发无损。这次爆炸完成了级别艰巨的移山壮举，我们将它排在十大爆炸的第七位。下面是第6位，一种爆炸含有莫大的威力，能够炸翻整个地球。某一天，地球将遭到约400吨星际物质的轰炸。宇宙间飘动的一颗小行星正沿着航向与地球狭路相逢，就像一部科幻电影。我最担心的是那些直径在半英里以上的行星，如果它们撞向地球，会引起全球性的灾难。这种行星大约有1000颗。 NASA 工程师唐纳德正在跟踪小行星和彗星的运动方式，这些近地轨道物体简称 NEO。我们小心注视着这些沿近地轨道运行的物体，它们几乎可以与地球擦身而过。跟踪 NEO 非常必要，可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于6500万年前的行星撞击地球事件。我们认为，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产生了65万亿吨的爆炸能量。科学家们假设，这一冲击使地球75%的生物惨遭灭绝，其中包括恐龙。太阳光照明显不足，进入大气层的燃烧碎片引起了火风暴，还有酸雨，整个世界一片死寂，暗淡无光。1908年，来自近地物体的最大灾难发生在西伯利亚森林中，一颗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流星在地球表面发生爆炸。它相当于1200万吨到1500万吨的能量爆炸。爆炸产生了5000度的高温，人们在40英里外就能感受到它的冲击。方圆几里内的树木都被击倒了。84年后的1992年，一群橄榄球爱好者在纽约北部看到了一颗燃烧的流星划过天空，尽管在飞行过程中已经破裂，它仍然击中了一辆停着的切利马利布的车身。如果没有木星的庇护和万有引力的牵引，地球很容易遭受攻击。第二天清晨，埃里克对建筑进行再次清查。都接好了吗？本来需要10到12天的工作，你可以把它浓缩到12秒内。你只是希望你的决定没有一点差错。每个人都确保自己安全。
警察和消防队员疏散周边地区人群。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人群的控制上，因为内向爆破已经宣传了几年，人们聚拢过来就是想从最佳角度开开眼界。罗杰，机器打开了吗？打开了。伙计们，准备摇滚吧！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整体起爆！建筑被安全炸成了一堆废墟。12秒钟之内让两栋庞大的建筑倒塌，内向爆破位列我们十大爆炸排行榜上第三位。第二位恐怖主义制造的爆炸引发了一场全国性悲剧。一切都变得疯狂了，看着这一切，你不禁会想，世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1995年4月的一个清晨，一辆载有3000磅硝酸铵液体炸弹的白色小货车，在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穆拉联邦政府大楼前爆炸了。消防队员迈克尔·凯利在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人们四处乱撞，我是说那些慌不择路的受伤者在流血，有些人携家带口，有些人行色匆忙，像是在找失散的亲人。这栋9层大楼很快就会崩溃，消防队立刻展开了救援。楼上的几层还有人没被解救出来，他们没怎么受伤，但是他们也没有可以下来的路。58岁的帕蒂·豪尔被困在乱石中，他的呼救声被淹没了。他们正踩在我们的脸上。演出持续了22分钟，大获成功。那是一种情感冲击，抓住了你的每一根神经，场面蔚为壮观。你无法触摸那些烟花，但是你能够闻到它的气息，听到它的轰鸣。这是一份令人自豪的工作，我们100%的投入。在喜庆的日子里，人们点燃绚丽的星空，焰火表演排在十大爆炸的第9位。第8位，横穿大西洋的飞机在高空爆炸。飞机掉下来时至少分成了5块，我们认为只有爆炸才会让它变成这样。洛克比原是一座默默无闻的苏格兰小农庄，一场空难却打破了这里原有的沉寂。没有人愿意再提那个夜晚。1988年12月21日，一架泛美航空公司103号客机不幸爆炸，259名成员全部遇难。一个巨大的火球从30-40英尺高处坠落，我都能闻到飞行燃料的气味。前警察分局局长乔治·斯图布斯来到洛克比边界舍伍德，部分机身与机翼坠毁在附近。他们说那是一架波音747，我很快就认识到我不只是在搜寻2-3个或者4-5个遇难者，加上洛克比发现的遇难者，我在搜寻几百号人。飞机残片如同冰雹一般落下，尸首散落在半径为850英里的区域。飞机撞击居民区造成的冲击力又使11名居民丧生。
我认识到眼前的弹坑原来都是房子，如果这些房子，这些已被摧毁的房子中有人的话，他们一定活不成。几个小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清楚地认识到这是爆炸引起的，并且很可能是一次恐怖袭击或者犯罪活动。这是有史以来最难解的空难之谜。调查员在400万飞机残片中层层筛选，希望搞清飞机断裂的真相。他们推断，一个重十四